没拿不能吃乳猪，不行。是那个猪那个吧？是。原因是正在边疆的信息拦阻了，他们义无反顾地把生命给了国家，却只有申请的和身体封闭。让你们，你去，你去吧，你管得我去了。娘，等你回来。太感谢新英雄罗荣光率领星星儿女在天津大沽口流尽最后一滴血时。
你是你。